小乖，你在吃巧克力蛋蛋呢？一德都吃最快，你吃最慢，你最后一名。慢慢吃就好。小乖，妈妈用干净拿。小乖，来给妈妈用干净拿。喂，阿姨，你蛋蛋的盒子在哪里呀？小乖来。到双重超人玩具啊。啊，在那里哦，我看。不是这样，我是送两个。就是这个蛋蛋。妈妈，你的嘴巴，你嘴巴好可怕。我之前拍了很多个这个健达出奇蛋的影片。我很可怕耶。但是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红。是我的。嗯，对呀、啊。结果那个红的一直红到现在，他这。走，妈妈带你。坏人，我要来这里打配坏人。你看乖乖吃的样子，好像很好吃。我很多蛋蛋得力气了。他有吃到长白胡子吗？那我也来看。嗯，你没有哎。会不会很甜啊？奇怪，你的小孩子大家拢爱食这個，没有一个不爱的。小时候也很爱吃甜的。是啊，他玩，一来玩具的，二来他其实味道还蛮浓的。让江江。啊，这个是谁的蛋蛋？怎么吃一半没有丢垃圾桶？可以的。要自己丢垃圾桶。可是垃圾桶在这里啦。对，自己丢，嗯。